男人脸上长出脓包，还有许多硬毛冒了出来。他试图用剃须刀刮的，竟喷出白色汁液。巨型苍蝇腿在男人铁柱身壮如牛，经常在半夜锻炼身体，还时不时的化验，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。这竟是人第一次实验，是用妻子腿上的丝袜作为实验品。他先将丝袜实验了，一只猴子被丢进船，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时刻。不仅如此，铁柱被传送到另一个舱内，他伴随着雾气走出舱内，一下这种奇妙的感觉，大铁柱怒不可遏，感觉自己的实验成果没有得到尊重，便把大画法硬毛太硬，根本刮不动，手指甲轻轻一碰，万没想到啊，结果竟然是一只蛇，最终会蜕变成苍蝇人。第二天已经变异，就连吃个面包都需。现在的他犹如垂暮之年，很快却发现大花生产的并不是婴儿，而是一条会蠕动。铁柱却破窗而入，拽进传送机，利用基因拼接法和他融能力，只见他缓缓地抬起爪子，他和苍蝇人会生出什么样的